彰化一间蛋黄酥门口人潮大排长龙，二号他们推出为了力挺裴洛西，多待一小时买一盒就多送一颗，现在预估待十八个小时等于买一盒送三盒。对，有买的话就等于是说之后那个议员来台湾，我们就有多的蛋黄酥可以吃了。对，一盒蛋黄酥六颗，一颗六十块钱，现在送十八颗等于送三盒。二号活动截止前约有五百人购买，九千颗要送，业者赔五十四万。截止了啊！如果你们是乐于参与这个活动的，我今天还是会送。店还没开，民众就来排，业者紧急止血。今天买的是买一盒送三颗，不让民众扑空。厂商一早进货七千颗鸭蛋，加紧赶工。上不了 Kimbo 姐，上不输哎，上贵了。应该起码三颗了。有人送蛋黄酥，有人则是折扣优惠。彰化咖啡店业者原本一杯美式55元，现在两杯69元。希望取谐音六九，要裴洛西留久一点。希望能够让中议长能够留久一点。六九一点，在台湾留久一点。原本110块，现在69元，折扣下来一套就省41元。业者说欢迎友邦来台，天气很热，大家一起喝咖啡。消暑降火气。云林则是由小笼包买一送一推出，不到一小时就卖出100盒，一盒6颗，今天早上卖出1200颗。裴洛西访台引起旋风，不少民间业者力挺，用不同方式促销，纪念难得历史记录。TVBS 新闻陈志忠、张崇敏，彰化云林采访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